明道为什么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呢？这个刚才我演的是我今年演的第一场戏，今年前阵子有一个朋友，有一天我跟他喝酒，他拉着我的手淡淡的跟我说，明道，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办法再演男一号了。对，我不演男一号，不要鼓掌。他们说这是个试戏，我大概15年没有试过戏，就是有机会在凯歌导演面前试戏，我非常荣幸，15年来第一次献给你。然后，我觉得有机会到这里来，然后我在那蹦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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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就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你，不知道人家觉得你演的好不好，人家在说，然后大家在看。是没有错，我们很快乐，我们也觉得很好玩，但真的不要忘记，就是不是来玩的。这个我知道，在上场之前，明道哥哥给了我一封东西，尽全力。其实做演员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职业，哎，很感触。别哭，我也要哭了，我也是演员。要不演员请这位吗？明道写了一个尽全力，非常让我感动，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，就是应该对自己的每一次表演尽全力。明道在这个年龄段，从人品到你的演技到你的潜力，你要让人家重新认识你，不是一个偶像，就是你就明道本人。下面就进入到我们导演